1983年的辅仁牙医诊所，被全国首创美术馆级牙医诊所。位于台北县天主教辅仁大学对面建国一路上，近捷运辅大站。多年来坚持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及舒适的艺术化空间，让就诊成为尊荣的享受。本院主治医师共有十多位，八位医师具有硕士学位，三位医师任教于医学大学牙医学系。本院有口腔卫生学系之口腔卫生师专业咨询，职牙中心护理部护理师、护士、医疗门诊助理、柜台行政助理已通过助理认证。本院提供先进顶级的医疗设备，让每位医师的卓越医术能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也确保每一位来到辅仁的病患在每个治疗阶段都能够得到最完善的医疗照护。辅仁牙医诊所为首批通过卫生署医测会评鉴之优良牙医教学诊所，除了强制性住院医师及助理教育训练，也是辅大新庄社区大学新庄区各级学校口腔卫教配合诊所。